我的妈呀，怎么有这么多的奥特曼，这活生生的要把我被老黑吃破产啊。请他们吃完这顿饭，我只能上大街上要饭去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，老黑，敢不敢挑战一下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答对了，那我就带你去光之国溜达玩几天，如果你回答错了，那你就请我吃饭，并且让我带一个朋友过来，怎么样，你敢不敢？哎呀妈呀，多大点事情还问我敢不敢，你抓紧出题吧。那你帮我看看这三个奥特曼里面哪个是杰的奥特曼，猜出来就算你赢。赛罗，你个大骗子，你咋不把你妈妈喊来给我认呢？光之国我都没去过，我就认识一个奥特之父，我怎么能认识什么杰德？他们三个头上都长着一对角，跟大蜗牛一样，这谁分得清？屏幕前小伙伴，你们能分得清吗？哈哈哈，哎老黑，现在是你输了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输了请吃饭，不许耍赖啊。没问题，我被老黑这点家底还是有的，你喊你朋友过来吧，我带你俩去吃美味的烧烤。哎呀我去，看你这朋友和你俩这么瘦，能吃多少尽管放开吃吧，一切消费我被老黑买单。哎老黑，你真的太好了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 What? 可怜的被老黑，虽然我说只带一个朋友，可他还不知道我带来的麦克斯奥特曼会分身，这下要把被老黑吃破产了。 Later. 可恶的赛兔子，又把我给坑了，那么多的奥特曼一顿饭就把我干破产了，下次再让我遇见赛兔子，非收拾他一顿不可。哎呀不说了，抓紧要饭吧，晚饭都还没着落呢。